走吧。那我前面推吧。你来。这个像广东的早茶，就是最老式的那种。我没吃过早茶。就是广东最老最老的早茶，就是这样一个推车，然后在大堂上每个桌上，你去问你要什么，就直接给你拿。哦，然后直接就这电子当下就盖章，就是广东最老的早茶这样的，现在已经很少了，基本上没有了。就只有我还没懂那个包子是什么意思，是怎么着？包子就送人。就刚才，那刚才说抽什么什么猜什么的。我也不知道，听人 Q 吧。好。马上到小罗，心情怎么样？啊？心情怎么样？现在？有些。不知道，从来没扫过。你扫过对不对？我从来没扫过。那小野可以传达一点经验吗？就是你没扫过优酷的楼是吗？什么楼都没扫过。真的假的？我扫过我家的楼。你扫过你家的楼？我扫过我家的楼道。就是扫楼，就是拿个扫把，然后就是在办公室打扫卫生。对对，就扫一扫嘛。你放这吧。拿我拿吧，拿啊。真的没有扫。你扫过优酷？拿去。很大阵仗，一会儿再跟你说。我知道，我猜到了，你肯定是。两位准备好了吗？嗯。Ready go！ 哇！哇 ！Hello！ Hello， 大家好。哇！烤肠吗？哎，这不是那个小萌鸡？你要吃？好可爱啊！老虎寄售处，好可爱、啊！当然记得。这个头套一会儿可以送我吗？这个头套。好，让我们欢迎我们送信的两位主演到场。三、二、一，闲言蜜语，匹配侠侣。好。我们点评一下我们做的同事热不热情？热情，热情，热情。点评一下我们今天甜言蜜语美不美？美！是不是你们的电子洗眼液？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先让我们两位自我介绍一下，好吧？给我们甜言蜜语一点时间。那我们先介绍一下对方的角色。介绍一下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野，我在剧中饰演的是燕回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洪明浩，在剧中饰演天耀。这个介绍你们满意吗？满意。你不让我们互相介绍吗？怎么就满意了呢？不满意，再来一遍。我们介绍一些更多的特质吧，比如说我们燕回是个什么样的，有什么性格，喜欢什么。好，燕回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且强大的女生，虽然看起来很温柔柔弱，但其实内心非常的强大，很有力量感，是一个非常有侠气的这样的一个女孩。嗯，那天耀呢，其实是一直在背后默默守护着燕回的一条龙。那天耀有什么喜好？天耀爱穿黑色，爱喝露珠。嗯。那我们的天耀和燕回这么好，要不要在我们的礼物册上先给彼此选一样礼物呢？好呀。我想要那个。什么？你一定知道。这个。我想要你的，这是点我手上的，还是就放在这儿？点你手上，你我不要。这是彩票，我要彩票。总共就四个，对吗？对。给我， okay， 给我。好，给你两个。有一个厚的是两个，你放这吧。我拿。好，这个里面有两个。哇、这个是那个彩票，到时候也会发给大家，就是哇，大家可以刮刮乐。哇，这个彩票这样，你刮一下吧。甜甜。你刮这个，对对，你刮一下这个。现在刮吗？刮呗。那可以吗？可以现在刮一下吗？当然可以，这是我们酷看看礼物，看你的手机，这是我们酷送给看看。那我用就用酷的牌刮了啊，没问题，谢谢酷。可是燕回在剧中是手气最差的女孩。哎呀，你俩一人刮一张，没事没事，压在燕回手上，一定可以的。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再试试另一张，再试一个，再试一个，再试一个，确定没有了哈？确定。
怎么回事？要不然你刮吧。啊，还剩最后两个给我是吧？没有，这一排，这一排。有哎，这个是不是？哇、哦！哎，不愧是龙主，不愧龙主，就是好。赚了5块钱。你刮完，你刮完。万一还有更大的呢？刮完。没有，那是四。没了。5块钱也是钱。我们镜头展示一下，中了多少钱？中了5块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没有。不愧是龙主。哇，不愧是龙主。嗯，那花5块钱，请你吃个包子吧。好，那我就送龙主一个包子，看这些包子每个都是我画的。哦，送你一颗心。哦。嗯。好。好，发现你们两个都有礼物了，看我们的库也是有备而来的，来看一下我们的库的员工，你来上。这个头套太可爱了，能不能刮得着？这个就是那个淀粉肠的呀。你们没有带那个淀粉肠吗？淀粉肠呢？啊，我真有啊！哇，这个是假的。哦，可以，这集也算。所以你们吃吧，你要吗？这能吃吗？不能吃。啊，所以你们今天有什么任务？任务就是来给你个长，龙主大人。哦，结果没有长，只有个笔。对，这头套好可爱啊！是哪弄的？可以送给我吗？哎，我也想带走。我想要这个。那我要这个。可以，龙主，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薅下来，快点！谢谢，薅下来。哦，哇！慢点。我们龙主给我们两个红包，好不好？啊，哎，好。来，一人一个红包，一人一个包子。谢谢，这里面应该是巧克力。谢谢，还有个包子。哎，谢谢，包子，已经我给了包子。哇，这好可爱呀、啊！这个好可爱。好，谢谢我们两位酷的同学，谢谢。那我们这个头套就归你们了，你们可以带回去继续玩，好吧？这是我们酷的礼物。那我也带一个。哦，哦，看得见。头套是什么？天天蜜语，金配佳人。哎，你别摘了，这样很好看，我觉得。那我今天就一直这样。行吗？行，我也这样。可以吗？我们电子洗眼液把你们的美貌露出来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回去再戴，好吧？好吧。我先摘下来。OK。那我放旁边。虽然带了很多的礼物，但是这个礼物我们能不能发下来，取决于二位共同努力。那我们现在，我们在剧里面，我们燕回天耀是一对玄妖有情人嘛，对不对？嗯。你们两个觉得他们俩是不是一对合格的玄妖有情人？是。谁说的不是？谁说不是？那既然是的话，我们今天我们的优酷也准备了四关玄妖有情人的考验。好，我们是不是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考验？那我们的第一关就是考验两位的情侣力。嗯，我们考验的内容呢，就是我们彼此给对方拍摄3张拍立得。嗯，那满不满意呢？我们要给镜头前面的观众展示。如果我们的评论区的弹幕大家表示说哦很满意，那我们这一关就过关了。好，让我们的酷的同事们给我们上一下拍立得的道具，我们的电子洗眼液可以准备一下。你们俩可以商量商量做什么姿势，就互拍是吗？你们当还不大喊出你们想看的 pose。 想看什么 pose？ 天天给对方拍的，不是一起拍的。哎，就想拍，应该直接按这个吧。我拍他抱谁呀？就是互拍。是互拍吗？互拍没法拍。互拍或者你们这样吗？都可以，只要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满意就可以。拍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满意。拍什么？吃包子。吃包子。包子等会儿有吧，包子等会儿。要不你先摆一个，我先试试。那我拿着我们的彩票。可以吧？嗯，可能这样好一点，这样更好。OK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评论区，你们就可以打进三二一。OK。一张五色也看一下满不满意？是我说满意就行吗？
还得给直播间观众看。那你取不取决于给不给观众看，你要先把啊，行，那我们先拍吧，他还得一会儿才出来呢。嗯、那再来个泡泡。嗯，那你的喷起来的过程哦。哇，这个好漂亮。好、哦，哇哦。好美。这个挺不错的，这个挺不错的。这个泡泡吗？感觉泡泡真的很漂亮。嗯。再来，再拿包子吧。哎，哦，你这样。这个。这不这个还有这个吗？这个吧。这个，这个就是龙角的那个是什么？行、哦。不存在，不存在，不存在。我拍他卖萌。来来来，那个是这个吧？可以可以，好吧，嗯，来，哎哎哎，他没弹啊，那就来一个酷酷的，酷酷的，酷酷的什么？优酷的酷吗？来来来，再酷 ，OK。这行吗？不行是吧？来，看来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来，再来一个，有一个翻车了，再来一遍。这其实蛮酷的，但是是泡泡挡住了，嗯，对吧？不是不是，是你那时候闭眼了。不是，是太晃了。对，刚刚有一个翻车了，我再来一遍。好，三二，你再多一点，没了。好，三二，哎，没了，一，可以吧？嗯，好，我给你拍，然后出来就好。他们刚才给龙主下单的那位，你们下单什么了？刚刚下单的什么来着？啊？酷酷的，酷酷的。上来给龙主演示一下。来来，好。哎，跑了怎么？哦，这是酷酷的是吧？我看闪光开了没？搞不太明白。一二三，够酷！还有呢？秀不了，秀不了，秀！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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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衣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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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衣服。不是。我们在直播，我怕我们被封号。我们今天就是健康引导一下啊。那你说吧，燕回说吧。胳膊。啊。行。来。确定吗？你。啊！谢谢谢谢。你要不真的吗？我可以可以来来来。哦。那边只能燕回看到。没想到你会站在红事了。好，还有一张，还有一张，想怎么样？嗯，这边胳膊。好，这位同事，谢谢你了。你定吧，我拿玫瑰花吧。啊、好，好。哇哦！来了。OK。好，那我们照片等一下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展示，直播间的同学不要着急，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你们满意吗？满意。直播间的弹幕有人满意吗？有人满意，本关可以过关了。你的照片出来了吗？嗯，我们给直播间。哇哦，帅。一起满意吗？快满意吗？满意，我看到了。还有人说不满意。二位也是我们的优酷会员福利官，那稍后这个签名照我们会让二位签上名，然后在我们的优酷 VIP 会员的官微进行抽奖发送。现场同学也可以参与啊，进行参与起来。如果满意的话，我们就进行下一关了，好吧？好。要合照。要合。直播间要合照。直播间要合照啊，那我们安排到最后。我们安排到最后。那把这个先收起。好，第二关就是我们的选手有钱人挑战链，这一关是什么呢？我们主要要考验一下二位的默契。好，你们给天耀和燕回的默契打多少分？
我们给天耀和太辉默契打多少分？那就100分吧。100分。嗯。那我们给侯明昊和周也的默契打多少分？100分。101分。嗯。我再让龙主，我再让龙主和龙主确认打。就是99分吧。对对，一分差在我这儿了。嗯。好，那这一分到底差在谁这儿了？我们马上就揭晓啊！这个是默契考验的题卡。我们两位一起读完题之后，一起答321，然后同时说出答案。只要有5题答对，本官即算过关。好吧。那不容易嘛。那我们从第一题开始吧。啊、好，第一题，宴会的梦想是什么？当然是自由自在。自由自在。飞黄腾达。好嘞，那我们下一题，题公布。啊。天耀最喜欢喝什么？露水。嗯，一样。嗯，对。第三题。宴会最大的优点是什么？有个人来倒数吗？还是我们俩直接说就好？3、2、1，乐观，乐观。进度10-2啊，带走2题就通过，让咱嗯嗯下一道。嗯，天耀的武器叫什么名字？3、2、1，赤焰龙牙，用什么做的？天耀的牙。我的牙，嗯。我的牙。这红喵最喜欢运动是什么？3、2、1，篮球。嗯。周杰最想听哪首歌？周杰伦的歌。和明浩微博头像的文字是黑暗荣耀。嗯哼。嗯，你的置顶的视频是去滑雪的。对。嗯，然后还有第9个，如果为甜言蜜语画一幅画，会用什么颜色？那我们就用龙骨的颜色，好不好？听你的。嗯嗯。如果安排一日约会，会做什么？嗯，吃包。也不能吃一天，我们会那个，遨游天地。带孩子，带孩子，我们带小精灵。嗯，好，好，就我们的默契考验，莫名其妙就变成了有商有量啊！但是我计数了，还是够不到的啊！那我们所以这一关就算是挑战成功了。接下来，那我们就第三关，我们呢准备了一个恐怖箱。哦，我们这一关主要考验两个人的细致感，我们要在箱子里摸，同时摸一个东西，然后拍出来它是什么。在拿出来之前，两个人就要商定一个结果。如果拿出来你们猜对了啊，那我们就算这关通过，好吧？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猜出来是什么，好吧？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可以开始了，两个人同时伸手。那我们把这个布拿开就看得见了，是不是？你们一拿开就小口啊，所以就这样啊，好。嗯，你可以开始摸。我们俩同时摸一个东西是吧？对，然后一起猜。你先拿哪个？这个这不就是、这个这不就是那个？3、2、1，包子。好，拿出来。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一样正确。我们摸下一个。哎呀，来。嗯，这个啊，这个东西，这个哎，这个也知道。椰子。啊、哎呀，你没321。哦，来，再来，2、1，椰子。来，我们再来。你在哪？我在这儿呢。啊。这个吧。这摸不到脸啊！我翻雷啊！真是！你在说什么？好爱提醒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嗯嗯，我也知道。它应该是有一个尾巴，所以说3、2、1，猴子。哎，好可爱啊！我们继续摸。嗯，来。还有什么？这个吧。哎，你在哪？这个，我在这。这个是啥？你猜一下，看一下是什么呢？还有一个，你们只要有个共同的答案就行。猜不出来，我们是吗？好吧。3、2、1，娃娃。哎，哈哈这什么？哎，真是娃娃。啊，这是宴回吗？对呀、啊，可不可爱？看一下。就是他那个牛角包头的时候是吗？啊，我们给直播间朋友看一下。这跟可能只是发型有点像燕回，其他的真没看出来。是摸不出来，挺可爱的，挺可爱。那这个我们都送给小野好了。哦，谢谢。那就给你们收好了。那我们继续摸，里面还有是不是还有别的？还有天耀了吧？哎，这是什么？
一个牌。那就是你刚说的那三个字，这是一个牌。怎么办呢？只能算你答对了。同样也是自由自在，飞黄腾达。那我们送给我们的小野。哇，谢谢。那我们继续摸，我们刚才还有一半没摸出来，还有呢。应该还有个娃娃吧。还有一个，我不可能只放宴回嘛，对不对？这里还有一个牌牌啊，这是一个牌，还有一个牌牌。哇，这个很可爱，这个好可爱啊！还有牙，哎，那牙是吗？是有一颗牙，还有一个什么？这是你吗？给我们直播间看一下，可以看一下。这是我的脑子，是不是？这天耀的脑子。这是嘴，怎么会脑子？就是他脑子里装了一些东西吗？脑子里进水了吗？好可爱啊，好可爱吧。那我们这个就送给我们的胡明浩老师。哦，谢谢。展示。好，展示。展示。来。这个不用猜了，对吧？天耀吧，来来，三二一，天耀。可爱吗？我们要不要看看？哦，这个那个贝壳耳返。啊，这不是那个吗？哦，对对对对，这个、这个生蚝耳机啊，对对，生蚝耳机，嗯，好可爱哦，可爱。那我们这个送给我们的黄明浩老师，好吧？谢谢。哎，还有一个呢？还有啊，没了吧？没了。二一个牌牌，那就是还有一张牌，已经懂了，我已经会了。啊，这是我哦，包子，嗯，这个好可爱啊。好，那我们这个也送给我们，谢谢。收起来。那我们再来最后一关。后一关是什么呢？我们还原的是名场面还原。嗯，我先把手卡给两位，大家猜一下是什么名场面？是啊，我们脑子里怎么都是这个二位揭晓一下，我们要还原的是哪个名场面？天耀最头疼的一个场面，就是他说我是送福锦鲤的那个场面。嗯，多可爱呀、啊！虽然小野觉得很可爱，但是我们今天名场面还原的叫互换角色。就是你得，我要报仇了。什么叫报仇？啊，对，我要，嗯，来吧，好，抓吧，反正我已经抓过了，在戏里。啊、来，我帮你拿着卡牌。嗯，你说。啊，没有我拿啊。嗯。我拿啊，好好，你不是要捏吗？一个麦就好，我没词啊，好，我帮你拿。一个麦就 OK， 来，那我们再来啊，这是锦鲤腰吗？对啊，你们看，这鱼眼，这鱼嘴，还有这鱼腮。哎呦，还真是小锦鲤腰啊！我跟你们说，这种锦鲤腰啊，腰力弱得很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。没有任何的资质，没办法，资质不行，只能够抓到这种腰了。各位，哪像各位啊，啊，天资聪慧，能当广寒门的啊七星弟子啊，羡慕羡慕。我们现场满意这个名场面吗？满意。满意，把你们的满意打在公屏上，好吧？那我们现场同学觉得我们今天有没有通过这个悬腰有情人的考验呢？有。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优酷认证过的悬腰有情人了，恭喜我们的龙主和龙主夫人。那我们认证也是有认证仪式的，我们上道具。哇哇，谢谢谢谢酷，还认证了。来来来，我们对着我们的镜头，我们给你们发一下证书。哇哦。哦，来，我们三二一，两位再安利一下我们这个互心的剧吧，在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互心，多多支持我饰演的燕回，
对，谢谢大家。啊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护心，多多支持我饰演的天耀，这条阿龙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。最后，我们送上两个人的礼物，也是我们酷给大家的护心礼银，还有哇哦，哇哦，项链，把这个收起来。这个光明，谢谢。好好好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哇哇，这是护心灵哎！哇，这个，嗯，啊，圣豪耳机。好嘞，那我们这个礼物满意吗？满意，谢谢。满意的话，那我们就要给大家发送礼物了。那我们和龙鲁夫人后面还行程很满，那我们就先走啦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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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